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第一条文：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，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但使信心求念，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等，以佛愿力，亦得往生。这个佛的愿力，佛的愿力有多大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不可想象的，无法思维，无法想象，是尽法界的力量，那我们没办法想象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能想到的最大的力量，啊，以我们来想。这个雷打雷的力量很大啊，哗一下。说地震海啸，这个力量很大，物理上的，或者说这个地球爆炸啊，宇宙爆炸，这个星云恒星的爆炸。但是这些力量如果相对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比啊，那简直是大海不如一滴，这都是太小的，很小的，而且这个是物理性的。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是无法测度的。它因为什么呢？它是随顺法性的力量，随顺我们众生本来具足佛性的这种力量，所以说很自然而然的救度我们众。我这次啊，你看啊，我想这个呢也可以打一个比喻哈。我们这次因为出发的时候啊，从寺院一出来，那佛的力量我们敢想象吗？我们说佛可以救度一切众生，就我们比如我们今天在座一千位，那如果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地球上的人都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知不知道他的心念呢？都是知道的，而且每一个人他都会来到你的跟前来保护你，救度你。我们这样想，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你可能佛教徒夸张吧，啊，或者是因为你信佛，你这个一种就是你自己主观认识这样的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让你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佛有这样的力量。这是我这次来啊，在路上啊坐车，我当时一旦想到这个，毛孔都发竖起来。我们从寺院出发，我们就定了一个叫什么导航仪啊，我们要到合肥机场，合肥新桥机场，我们就把它目标就定了，把这个车一发动，导航仪一打开，好，定上合肥新桥机场。然后我们一路组就发现不可思议的奇迹就产生了。前面走的时候往前 3.2 公里向右拐，我想他怎么知道的，他怎么知道 3.2 公里向右拐。我们开车开到那，果然一条道上前面100米向右拐上哪一条路线，哎呀他真灵哈。我们继续往前开开，然后他又说话了，说前面呢100米有一个摄像镜头，你要注意这段路呢时速是120公里，现在你有超速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超速呢？你看，你们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车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在路上开车，他怎么知道我的速度？就感觉到就有一个眼睛看着你啊，你走到哪儿了，而且他知道你要到什么方向，哦，你怎么拐弯，你开错了没关系，哦，你开过了，他也可以将错就错，然后还导你啊，你在哪里，现在你已经走错了，你高速路已经过了，你又怎么上。哎呀，真的嘞，这不可思议啊。那我又想到说，我们这一部车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别的车呢？我们地上跑了多少车，成千上万的车，是不是成千上万的这个导航仪都在指导他们？那么每一部车它的目的地都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往东它往西，你往南它往北，你到机场它到火车站，它到什么什么哪一个这个仓库，那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去，这个导航仪都能够指挥你，而且都告诉你，都是它分身无数了吗？它怎么做到这一点呢？靠天上的卫星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们坐车啊，特别开车的人应该有这个经验，因为天上这个卫星
在监控，你只要这个导航仪跟它沟通上了，它就立即指导你往哪里开，上什么路，开多快，你这边路边的情况怎么样，周边状态如何，它都很清楚的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科学家发明的卫星尚且可以同时指挥地上千千万万辆的车，是不是？而且每一个人你打开手机，他就马上给你指，马上就指挥你，指导你。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啊，就好像是法界的一个卫星。阿弥陀佛呢，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导航的系统，也就是以他的无量光明，以他六字名号，就是我们的导航仪。你一信他的，我们只要做什么事啊？我们只要信受弥陀救度，就是把这个导航仪打开了，愿生弥陀净土，那等于是那个目的站、目的地你选定了啊！我现在就啊，我一点到极乐世界，剩下你怎么办呢？开车上路，就是你专念弥陀佛名，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啊，每一个人就是一部车，你的人生的路上的车，你开在什么路上？你是啊八车道的、人道的，还是地狱道的、恶鬼道的？阿弥陀佛知道不知道？都知道，他就知道你该在哪里拐弯。你现在啊是遇到什么人生困难了？你是要离婚了啊，还是孩子有什么困难了？他就知道你要拐弯了。哎，这时候给你来了一个和尚啊，告诉你你要念佛了。哎，你要拐弯上高速路，他你人生在哪一个状态？是快还是慢？啊，你周围安全还是不安全？你旁边状态，前面有没有探测镜头？他都了解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感觉到，哎呀，人家说啊，叫人在做天在看，有这句话对吧？说我们人在地上做事啊，天上有一个眼睛看着你。那过去讲这个话还不容易理解，特别我们坐这个车一开导航仪，你不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吗？你在地上开车，天上有卫星看着你对吧？你跑到哪儿他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人没有什么隐藏的，我们人在做佛在看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佛也看得很清楚，你只要念佛，他决定把你导向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你不能把这个，你说好，我现在点到合肥新教机场，点一点你又该换了，换到我们一开始搞错了，说南京洛港机，这个南京这个禄口机场，你啊，禄口机场你换了以后，他要往禄口倒了，倒了以后你又换成别的地方，如果你这个目的地乱换，那你能到吗？那就不行。所以呢，叫一定要唯一净土为期，我们就是不退转，一旦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要再改变。这个呢，阿弥陀佛就会一路导航，导向极乐净土。所以这里的本发深重誓愿，就是呢，像科学家他科研搞科研项目，他发明这个导航系统，以光明名号，这就导航系统完成了，摄化十方，就他的导航系统开始运作了啊，这个卫星啊。信息啊，像整个的宇宙法界它发布出去了。但是信心求念，那我们就是打开了我们信心，导航系统打开了，求愿往生目标就定了，念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，这就是我们开车上路了，人生的路。那为什么要说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呢？就是我们到达目的地的路程不一样，比如同样到新桥机场，可能有的人呢要开车3个小时，有的人呢他出门就要30分钟，有的人出门只有10分钟，他不就是很简单的吗？有人出门只有100米，所以这样就是你不同的路段长远。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你都必须要目的地不能改变，你都必须呢相续的念佛走下去。所以这个相续念佛也是自然而然必然的要求，也是自然的过程。以佛愿力，那就说这是一个导航，阿弥陀佛导航系统的这个功德法力啊，佛力、智慧力、功德力，我们很容易的就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然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如果下次你们坐车想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大导航啊，人生极乐有保障啊，只要念佛必得往生，你就心里啊就很踏实。